昨天晚上，他们那些小混混把我们围住，上来就找我们要钱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上来就是一拳把领头那个小混混打出半米远，然后给周围的人一顿乱揍。做完前面的一个混混，一个飞速后旋踢，把后面的混混也踹出去了。最后我一个扫堂腿，把周围所有人全部干趴下了。哇！太帅了吧！那然后呢？然后，他们就吓得落荒而逃了呗。 没想到昨晚你们经历了那么生死与共的事儿啊！扫张带上我一个呀，我也想一展拳脚，当一回女侠，想想都觉得酷，简直太帅了。有这种事儿，你必须得算我一份。下次一起。得了吧，什么下一次呀？这种事你们还期待下一次？嗯，我看你们是被杨天然给忽悠了吧？一涵，你们昨晚没事吧？没事，有惊无险，多亏了杨天然给林青泽。杨天然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